停！停！前方密林有伏击，换道而行。你怎么知道？你又和我做了同样的梦，所以才知道前方密林有问题。这很有可能不是梦，有可能就是刚刚发生过的事情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们刚刚一起死了？也许是死而复生。死而复生？属下不明白，您是怎么知道两条林中路都有埋伏，坚持要走另一条山路的？此事玄妙，难以解释。玄妙？又来！看来杀手们是把每一条回北兽的路都做了埋伏。既知道，就把命留下吧。各位壮士，有没有可能不用你们动手，我们自己来就行？比如毒死我们。既然找死，成全你们也不妨。这是毒药七步刀。搞什么名堂？哎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反正不是可以再来一次吗？也许就能有对策了。哎，我先干为敬啊。我，快！哎呀，别墨迹了。走吧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。二。又活过来了。也许靠着玉佩可以数次重生，但若无法突破眼前的困境，恐怕迟早会被困死在这里。可这几条回北朔的路都被杀手守着，要怎么样才能突破重围？声东击西。拦住那辆马车！是是。撤！撤！抓紧我！而且我不太会水，闭气就行。
是我把你捞上岸的吧？你应该第一时间给我渡气才对。刚才是我，我以为阿月姑娘神通广大，自有自救之法呢。你去哪儿？去觅食。你等等我。没想到你这么会捕鱼，还烤得这么香。这么看来，好像和你一起掉进水里也没那么糟。还有烤鱼吃。你的意思是跟我一起掉进水里很糟？我不是这个意思啊。那是什么意思？不重要。你说我俩这也算是过命的交情了，那你这个烤鱼是不是也该与我一份啊？啊！自己拿吧，难道还要我喂你啊？我能看看你的玉吗？嗯，你的那块玉佩和我的好像啊。那我们之前一次次的能躲过追杀，都是因为这块玉？可能是。两块玉配合到一起，就会有奇遇。那岂不是只要我们俩不分开，就不会死了？现在不会，不代表以后不会。方士还说，玉配合，则天下合。我和文宇倒是有玉佩傍身了，也不知道星逸现在怎么样了，他身上的伤不会又严重了吧？还没玩完吗？嗯，文宇，你也渴了吧？来，你喝点水吧。这湖里的水啊，可甘甜了。嗯，确实甘甜。那你就多喝点吧，喝完好赶路。你怎么把我叶子给扔了？就喝一口啊？这水不喝也罢。水有什么不好的呀？
你刚还说这水甘甜呢。啊，你等等我。你们东域人不都身强体壮吗？怎么你走路速度还没我们府中的宠物走得快啊？文宇大哥，我真的很努力的在走了。照你这样的速度，我们不可能在约定的时间抵达上星城的。可是我真的走不动了，我擅长骑马，我又不擅长走路。要不，你背我吧。我此生从未背过他人，更何况男女授受不亲。大叔，谢谢您啊！要不是您，我们还真是不知道怎么去上京城呢。嗨，咱都是东域人，帮忙那不是应该的。哎，大叔啊，我看您一路上都很开心，是有什么好事吗？我去上京城接我女儿回东域，能不高兴吗？真好，确实值得高兴。回家真好啊，这上京城哪有我们东域好啊？是啊。当然咱们东隅好啊，这马上就不打仗了嘛。我儿子在前线当兵，线下也被放回了。我们呢再置办些牛羊，这日子会越过越好。如果我不假扮这个长公主，会发生什么？轻则两国断交，重则两国开战。这么严重啊？东隅长公主的和亲，代表了两国交合的诚意。这事关两国盟约，一旦撕毁，战事也会再起。倒是百姓必定无法安家，天下也会再掀战乱。让我再想想，现在我弟也不知道在哪儿。我实在不知道如何决定。王爷的人定会护送阿星到上京城，我也会帮你找到解药。你确定？嗯。那条件是什么？只需要你扮好东隅长公主。你在想什么呢？我觉得你说的是对的。北朔比东隅繁华吧？当然没有我们东隅好了。
敢问东隅长公主，都是这么吃饭的？吴仁宇，你回来了！哎，你们这北朔的美食还真挺好吃的。有那么好吃吗？当然了，这些可是一堆人送进来的，一道比一道精致，还说这是什么豫菜，你肯定没吃过吧？啊，嗯，来，一起吃，你别客气。嗯，多谢。嗯，真不错。我怎么感觉我有点困了？你先自己吃，我去睡一会儿。不对，糕点里有毒。大人，大人，大人，你醒醒，大人！看到我没有被毒死，很失望吧？我们这是又复生了？难道是糕点里有毒？不言而喻。他们不是说是向东隅公主示好的吗？为什么要杀我？不过是些场面话罢了。可是他们满脸真诚。本以为逃过了杀手，进了北朔境内就可以松一口气了，今天差点又被毒死。哎，我就不明白了，你们北朔人就这么想让我们长公主死吗？长公主身居高位，此次和亲又意味着天下大和，盼着安定的人自然和乐，可唯恐天下不乱的人也不在少数。这刺杀的背后之人还不知道呢，现在又来了一个南王，真的是让人头疼。南王你不必费心，他没那个脑子。哎，果然如同传言那般，你们北朔真的是人才辈出啊，一个废物北王，一个草包南王，真的是厉害厉害。长公主谬赞了。哎，我可不是那意思。现在我们俩可是拴在一根绳上的蚂蚱，你又是北朔人，以后免不了多照顾照顾我呢。而且我们俩都有这个玉佩，肯定也免不了同生共死。再说了，我早就把你当自己人了。你这个人又那么的仗义、善良、勇敢。直说吧，何事所求？文宇，真不是我害怕，是我现在还得假扮长公主，我还不能有事。所以你就勉为其难，在房间里保护我吧，这样对你我都好。这怎么睡？我把它解得松点，这样你就可以在地上睡了。地上？嗯，你放心，我会给你铺个被子。有劳你费心了哈。哎，我俩这都啥关系了，还跟我客气呢？
也不知道今天晚上会不会发生什么意外。唉，真替我小命担忧。我还没有看到我阿弟平安回来呢，我可不能死啊。哎呀，我先睡了。王大人，哎，再敬您一杯。来来来，站住！啊，请。你这狐媚蹄子，休想在本夫人面前装蒜。夫君近日尽往这风月阁跑，肯定是因为你这狐妹子勾引的，不然她怎么会天天往这儿跑呢？我夫人，您是不是认错了呀？我今日是第一次演出，我真不认识你家夫君。我夫君在这风月阁早有相好的了，我知道，不然怎么会三天两头的不回家呢？肯定是因为你这样的狐妹子，所以他才天天往这儿跑的。你说是不是你？真不是我。哎，你说是不是你？是不是你？真不是。啊！文宇，夫人，我真不认识你家夫君。这才是我的相好，你怎么来了呀？怎么都不跟我说一声？你人长得倒挺俊俏的，可是眼光不怎么样。如果这狐妹子是你的女人，请你把她管好了，不要随便把她放出来勾引别人的夫君。哎，你怎么说话的？夫人慎言，您一定是误会了。我们两情相悦，她又怎会勾引其他人呢？又伤风化，怎么不演了？演什么演啊？这么看着我干嘛呀？你看看你穿的是个什么，难怪让人误会。我穿的怎么了？你也不看看你自己，你穿成这样，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是个王爷呢。我这是。哎，不是呢，哎，你这是做什么呀？我还想问你来这做什么？你们北朔欺人太甚，竟然又让我嫁给那个什么废物北王，我出来散散心不行？北王没你想的那么不堪。管他怎么样呢，我要不要做这个北王妃还不一定。你不会是想脚底抹油吧？嗯，我陈公子，你怎么来了？哎，百合，百合，你别走。百合，我实在太想你了，所以忍不住来见你。陈公子当初以谎言相欺，怎还好意思再来见我？我本是伤苦之人，不该欺你我有官身在身的。男人，百合，你听我说嘛。竟编造身份欺骗人家姑妈。不听不听，我不要听。百合，我真的错了。编造身份，许是他有什么难言之隐呢？你别不理我。能有什么难言之隐啊？你身在越级，我知道你想嫁的势必是官身之人。百合，虽然是越级之人，嫁给官身也确有令我脱籍的机会。可你我之情，还比不过那浮云阿尔的身份地位。都是我不好，小觑了百合你对我的情意。原谅我这次吧，此后我绝不会再欺瞒于你。越级，真的？越级是什么？真的？为什么越级之人日后你想嫁官身？在北朔，百合就再越级属于贱籍，若想要脱籍，绝不会了。只有嫁给官身才可以。你们北朔这规矩，
可真不怎么样。我过两日再来看你。也好，那你要尽快和陈老爷提我们的婚事啊。放心好了，我绝不负你。嗯。我们可以出去了。我腿麻了。谢谢。哎，你等等我，你这个人真的是……这有的人想嫁嫁不了，有的人不想嫁还非得嫁。嗯，人各有命啊。我们今天就散了吧，江湖再见。你说这普通人婚嫁还能自己争取？说是皇上知道了东隅长公主要抗婚逃跑，那事情就不同寻常了吧？怕是会大军压境，北朔更是会翻遍整个东隅。到时候能找出几个长公主就不知道了。这么严重吗？哦，对了，我们公主府还缺些东西要出去采买。哎呀，这往后啊，住的日子可就长了。得好好准备准备，你对这儿熟，带我们去吧。嗯，你又来风月阁做什么呀？我是陪我们王爷过来啊，也就是你未来的夫君。北王，他也在这儿，在哪儿？我们打个招呼。北朔新人成婚之前不能见面，这是规矩。这又是什么破规矩？算了，我回公主府了。你怎么还在这儿啊？追杀这个草包公子的这些杀手，都是从哪儿来的呀？别过来啊！他不会就是北王吧？他是南王。你们认识？别过来！也不算认识。他本来想英雄救美，但是没救明白。杀武僧做样子就行了。你们这帮蠢货，居然一直追我！快点，快点！保护北王！哎，对对对，保护北王！保护北王！保护北王！好，来不及了。那样，怎么还来啊？你真是蠢货！保护南王殿下！这和我设计的不一样啊！文宇，我来救你了。一、二、韩姐，
你干什么呢？快跟我走！王爷，冬雨长公主来了。听说长公主仰慕于我，北朔新人成婚之前不允许见面，难道没有人跟你说过吗？所以王爷才隔着纱帘相见。你不守规矩，传出去被笑话的人可是我。长公主，这道理你不会不懂吧？你们北朔有北朔的规矩，我们东隅自然也有东隅的规矩，在北朔不能相见，在我们东隅却并非如此。如有不妥，还请王爷海涵。长公主竟和传言说的不一样，如此伶牙俐齿。本王忙于公务，没有心思关心长公主。以后如有任何需要，直接差人跟王府的管家说便是。我想向王爷求一个人，王爷应该会应允吧？公主所求何人呢？文宇。不是管家文宇，是槟榔匠文宇。公主为何要求着文宇小将啊？也不知道该给你捎些什么，这些金银财帛你随便花，还有这些环肥燕瘦的美人，你就挑一个当你的娘子吧。你的玉佩你也没给我留下，我的这个我就给你戴上，你要是在那边遇到了什么不测，说不定还能帮上你。你是舍不得玉佩，还是舍不得我？文宇，你要是心有不甘，你就去找那些害你性命的人。你想要什么东西，我都给你烧，我给你烧纸钱，我都给你烧。还有这些美人，你随便挑一个，你喜欢哪个我就给你烧哪个。环肥燕瘦有何意趣？我就要你。冤有头，债有主，你撞我干什么呀？你不是说舍不得我吗？怎么如今又怕了？有影子，那他不是鬼。
谋反。这上面可都是北王的罪证。这账本你从何而得？可还有其他人看过？北王身边的文书张大人在风月阁拿此账本做交易的时候，被我顺手牵羊了。哎，这可是我的护身符。这何以就成了你的护身符？日后北王要是和我成亲了，他若是对我图谋不轨的话，我就亮出此账本，就可以全身而退了。阿月此法可行，只是这账本会给你带来杀身之祸，现下这公主府恐怕已经不安全了。怎么不安全了？你怕是已经被人盯上了，你以为这账本能这么轻易到你手里吗？那怎么办啊？你有什么办法吗？去北王府。好，去北王府。到了北王府，北王定会全力保护你，毕竟这账本还在你手里呢。再说了，就算遇到什么事情，你我还能同生共死，不是吗？说的也有道理。都来都来，我们一起喝一个。来来来来来来。王爷，王什么爷？这是我的好哥们文宇，你终于来了，走，喝酒去。今夜，文宇是我的好兄弟，倒酒。倒满。好兄弟，我们肝胆相照，不离不弃，干杯。你喝醉了。哎。我醉了吗？不知道啊。啊，我醉了吗？没有。没醉。我们的公主不可能醉。你看，我就说吧，我千杯不醉。怎么有三个你啊？
现下我们都已经成亲三日了，你姐还没有习惯吗？我们已经成亲了。是阿月和王爷说爱慕我，怎么如今都忘了？娘子小心。好想家呀。在想什么？吓我一跳，你怎么来了？听说你最近在学规矩啊，感觉如何？我感觉我不太适合背书。为何？董嬷嬷之前可是跟在皇后身边的，跟着他你能学到很多东西。你们北朔的规矩实在是太难学了，我还是喜欢我们冬雨自在平等的生活。想家了？王府的路啊！你要带我们去哪儿？这给我！Yeah!
阿姐，王妃被劫到十里坡了，召集人马，十里坡营地。是。撤。事情有变，魏王妃今夜不会来这里了。你们快走！你们这些人。怕是走不了了。王爷，马夫已经全部交代了，是奉了洛伊郡主之命。洛伊，是。那这些高家的暗卫，该如何处置？一个不留。是。一日不见，你怎么把自己弄到牢里去了？还说呢，你们北狩不仅规矩多，怎么连人都要分三六九等啊？什么三六九等？就是七云啊，今天我们要救的冬鱼姑娘。我从未想过，我们冬鱼子民竟在北狩过着如此水深火热的日子。她现在剑疾加深，还说终生不可脱籍，怎会有如此不可理喻的法令？
那你是想？我是冬鱼公主，既然来了这里，就要解救他们于水火之中，替我冬鱼族人废除这一法令。阿月志存高远，心系百姓之苦，只是想废此法，并非朝夕间就能促成的，也绝非你一人之力就能改变。这些道理我都懂，但是我不可能坐视不管。文宇，你有没有办法能帮帮我？我只能尽力而为，但今日之事凶险，往后我不在，你不可再私自出府了。这是梨花糕。梨花糕，嗯，确实不错。看来这北硕的点心啊，还都挺好吃的。你要是喜欢，我以后多买给你。文宇，还是你好。要是哪个姑娘嫁给你了，那她就享福了。其实吧，我是想。怎么是你啊？哟，还挺默契，为什么不能是我呀？你说你带公主出来就给人吃这些，寒不寒酸啊？雪雪，哎，王爷，就让掌柜的把好吃的都拿出来，今天我也尝尝这平民的小玩意儿。好嘞，王爷。草包谷。南王殿下，您此次来有何贵干啊？跟一只花孔雀有什么好说的？走，我们去放花灯。花吗？你怎么敢这么跟他说话？走吧。哟，放花灯呢？哎，哎，不是，别走啊！我这花灯怎么样啊？除了大了点，都挺好的。现在时候不早了，我们也该早些回去了。有些话呢，我想。再去前面看看，给府里的人带些糕点。好啊，有些话我想。你们两个给我站住！你们俩还没成亲呢，这样成何体统啊？成亲？我和谁成亲啊？你和他呀，你们俩又逛街又吃饭又看花灯。你还问我跟谁成亲？我和他？你是不是搞错了？他是文宇。文宇？谁是文宇？你叫文宇啊？我怎么不知道你还有个名字叫文宇？你不知道的多了去了。你这什么态度？哦，这是什么新婚夫妻的小把戏吧？背王。
你给我说清楚。他说北王，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？别怕。殿下，我等救驾来迟，请北王殿下恕罪。北王，大胆！没看见本王也在这儿吗？怎么只让他北王打招呼啊？阿月，公主你就从了我吧，我肯定比他重视与体贴，我至少比他帅，是不是？走开！我劝你赶紧恢复。阿月，阿月，阿月，我们聊一聊。你是堂堂北朔的北王，跟我有什么好聊的？我本不是有意要瞒着你的，可是我又无从解释。我今天约你出来，就是想跟你说明我的身份。都这么久了，你伪装的倒是挺好的，什么一王蠢来一王强，你帮那些孩子们改童谣，我以为你是对北王有多么大的忠心，合着你是在美化你自己啊，无耻！但废物王爷只是表象，我一直想找一个合适的机会表明身份。确实是表象，真正的王爷可精明得很，骗人都滴水不漏。要不是今日危急，我恐怕这辈子都不会知道了。我可配不上你这高贵的王爷。你是东隅的小公主，怎么就不配了？东隅小公主。真就不打算理我了？没有啊，北王殿下有何吩咐？我还是习惯你叫我文宇，或者叫我诗雨也行。好，北王殿下。还是在生我气啊？我一个从东隅来的假的长公主，在北朔无依无靠，也只能靠着北王殿下才能混一口饭吃，我岂敢生您的气啊？皇兄特赐一匹东隅的马给你，让我们去狩猎，
今日我们就暂且偃旗息鼓吧，待会儿你也可以好好纵马驰骋一番。好。这把弩给你，狩猎的时候我教你用，日后你也可以用于防身。我觉得我们还是分开狩猎为好。我先去外面了。看样子像是手工制作，还算是用心。不是，那边还有。我去那边，北王殿下可以独自享受这里。去。阿月，你刚刚是怎么受伤的？刚刚有一棵树的啊。好点了吗？嗯。这是崴脚了，先找个地方稍作休息，等雪停了，我们再骑马离开。好。Thank you.
我想。你先说。我想事已至此，我本就是假替姐姐的身份才来到这里，没想到事情会变得如此复杂，我也理不清楚，所以和亲这事还是早日解决为好。我也是这么想的，所以我想让我们有没有办法能解除这场婚约？你想如何？我也没有想好，我就是想回家了。你再给我三个月时间，到那时一定让你回冬雨。真的。见过王爷。你脚伤了，别逞强。
阿姐，你回来了。嗯，公主，你终于回来了。你先好好休息，我让御医给你看看伤。嗯，看伤？阿姐，公主，你怎么了？阿姐，公主你怎么了？没事了。你阿姐脚伤了，好好照顾她。啊？脚伤？怎么伤的，阿姐？我看看。啊、没事没事。公主，她伤的。信，林木，帮我研墨。阿玉，嗯，你也真是辛苦，这么多事情要处理、啊。也没有很多，你怎么来了也不说一声？我看你头也没抬，没好打扰。你下次可以直接叫我的。你来找我。是有何事吗？确实有件事情，但也不是什么大事。但说无妨。上次你说3个月的事情，你骗我太多，我怕你食言，可不可以有个契约什么的，比如向你皇兄求一道圣旨，延缓婚期。好，我去求。真的？这幅也是参照后院所画。其实作画并不难，姑娘若有兴趣，在下可教姑娘一样。好啊。果然丹青妙笔，只是缺少灵魂。你怎么来了？正所谓阳春白雪，下里巴人，不同喜好也。哎，秦公子所言极是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喜好，
只是不可夺人所爱才是。是吗？天色渐晚，我们尽早回府吧。你刚干嘛突然拉我离开啊？我还没看完石泉公子的画作呢，他的画真的……你什么时候对画如此感兴趣了？我为什么不能对画感兴趣？你是对画感兴趣还是对人感兴趣？啊？石泉公子，我是真的来看画的，他画的草原特别像我们冬雨。看画？那你下一步是不是就要跟石泉公子学作画了？对，我就是要跟他学作画。你别着急，慢慢说。哦，就是那个北王被南王擦了，说什么账本魔法，哎呀，反正北王被皇上打板子了。账本？公主，你找什么？表哥，这是岭南特有的药膏，活血化瘀，特别好用。他怕是不缺好药了。王妃，王妃，您来了，怎么不进去啊？我正准备进去呢。你们王爷呢？伤怎么样了？啊，您看这，打得血肉模糊的，看着真让人心疼。这不，洛伊郡主刚送来了药膏。王爷，王妃来了。进来吧。王妃，王爷正等您呢，您快进去吧。好。哟，我未来的王妃嫂嫂，表哥都伤成这样了，你怎么才来看望？还痛吗？你看表哥的样子像是不痛的吗？还有我跟你说话你怎么不回答我呀？洛伊，天色有些晚了，你早些回宫才是。表哥，就让我今晚陪着你吧，这样还有人能照顾照顾你。你先回去吧，这边有我陪着呢。表妹还是早些回去为好，天色都晚了。你怎么可以陪着表哥？我为什么不可以陪啊？我可是准王妃。是，有王妃照顾，表妹就不用费心了。林木，哎，送洛玉郡主回宫。是。洛玉郡主，请吧。这次可一点也没手软。阿月这是给我带了伤药吗？没有。那你这伤药不是给我的？是给你的，但这只是一个寻常的伤药，没有洛伊郡主的好。我觉得这个就是最好的。
对不住，是我没有收好账本，害你被人告发挨了板子。你不是也打算告发我吗？那是因为我不知道你是北王，如果我知道你就是北王的话，我绝对不会想告发你的。如果是我，你就绝对不会告发。